难道说人胖真的天生自带喜感，还能这样？还能这样？甚至可以这样？哎呦，疼疼！但他也遭遇了这些，有这些，还有这些。在幕后与众演员们和工作人员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与每一位相处台上外连侧拍的互动都看得出他与大家关系亲密的模样，一起来看看吧。现在有新任务，给你买早饭，你看，给你猫咪。